回家吧。 对不起，我给你们二位老人丢脸了，我给你们丢人了，畜生！咱们家的家规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你就自罚吧。 明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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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别别！明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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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启
你这个家，守着你的老婆，守着儿子，守着你这个妈，你说你在外头干那些招花惹草的事儿，我都没脸，我都没脸呐！陈小母，你不要这样，哎呀，生在福中不知福，不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 就算苏然原谅了你，我希望今后在我们家里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。如果有下一次，那跪在地下的那个人就是我。亲家母，事情过去了，就不要再生气了。 你知道吗，明启？你不在家的这段日子里，咱们家里里外外就靠苏然一个人撑着。要是没有他，这个家早就散了。家要是没有了，你回来还能上哪儿去啊？啊！还有，你那个公司现在是靠苏然一个人，他连工作都辞了。 还有我，我这个瘫痪的老太婆，我还拖累着你丈母娘一起来伺候我。你说，对了，还有苏然为了救你，为了找那个证据，为了找那个高志鹏，他那一路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？你别说了，妈，我知错了，对不起，苏然。 所有的一切起因都在我，是我自己自作自受的，我自己自作自受，我活该。对不起，苏然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明启起来，别难过啊，我不希望以后你再说对不起，真的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回来了，咱们赶快把多多接回来，咱们一家人。 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
男人，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娶到了你。睡吧。啊，那个，我去把公司的事儿稍微捋一下。啊，你先睡吧。你不睡啊？你别等我，别等我。亲家母，你儿子又出什么幺蛾子啊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他回来了，昨晚上还不住在一起呢。我们然然一个人住在卧室，他睡在书房。